椰子乐趣味圈资讯早知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椰子乐趣。由赵今麦、赖冠森主演的《初恋那件小事》正在热播，中国版的小水和阿亮学长来袭了。赵今麦饰演的女主夏淼淼是刚刚转学而来的一个安静内向的学渣，而赖冠森饰演的男主梁幼年是一个打篮球超好的校园学霸男神。这样看似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即将上演一场甜甜的校园纯恋。夏淼淼几乎是对梁幼年一见钟情，但是自己是一个又笨又丑的学渣，优秀的学长梁幼年对于淼淼而言实在是太遥远了。但是梁幼年身上的正能量又在不断给予淼淼上进的勇气。为了能够成为配得上学长的女生，淼淼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对自己全身进行了大改造。变身后的淼淼新造型太惊艳，梁幼年当场看直眼，怎么这么美。这下淼淼再也不用因为颜值而自卑了，自己离学长又更近了一步。好了，今天先聊到这里，立即关注小编实时为您呈上精彩后续。